XPF1214 徐工智能环保节能型移动反击式破碎站，最大进料力度达700毫米，最大通过量达每小时450吨，适用于砂石骨料破碎和建筑垃圾再生利用。根据现场的工况，可选用一层筛分反料系统，除一种混合料；两层筛分反料系统，除两种或三种成品料。整机采用模块化设计，方便拆解运输，可快速实现拼接组装并生产。整机采用两级挤料系统，实现破碎机均匀稳定的喂料，产量提高15%，模号件寿命提高20%。其中，独立预筛分系统可配置两层筛网，大力度物料进入破碎主机进行破碎，中等力度物料通过卸料机输出到主输送机，卸料通过侧皮带输送机输出。高效智能的破碎主机，破碎机进料口及一级反击板可手动升起，降低堵料风险。弧形半锤可长时间保证反击破碎性能，确保成品料力行的最优。零点自动检测，排料口自动设定，并可实现在转子转动的情况下重新设置排料口。高效的过载保护系统，自动重置排料口开度。具有转子速度，发动机负载检测，挤料机与预筛分机根据转子速度及发动机负载实现自动启停功能，减少过载堵料，故障排除用时减少90%以上，开工率提高10%以上。独有的卸料机配置，避免了破碎后石料对输送带的直接冲击，使后期维护时间及成本降低15%左右。高效节能的动力系统，破碎机通过液力耦合器直接驱动，启动平稳，降低转子启动时对皮带的冲击，延长了皮带的使用寿命，同时防止发动机过载熄火。机载发电机用于驱动挤料、筛分、输送系统，综合油耗比同类产品节省15%。强劲高效的除铁系统，除铁器与皮带之间的距离可通过无线遥控器进行调节，具有更广的工况适应性。环保除尘系统，在主机进出料口、输送机卸料口等扬尘位置配备喷雾除尘装置，防止灰尘溢出。智能控制系统，采用图形化触摸屏操作界面，具备一键启动、联机保护、故障自诊断及远程控制功能。随着开采面或建筑垃圾位置的变化，采用无线遥控器可快速便捷地移动整机，快速恢复生产。徐工 XPF1214 移动反击式破碎站，集安全、环保、节能、可靠、便捷于一身，是砂石骨料破碎和建筑垃圾再生利用的理想选择。